啊，你遐风吹咧？迄个。无啦，走啦！才放偌久啊？你上晚来都你，你上晚来，你睏到足爽，电也插袂起来，睏到爽甲。我来。爸爸哈！今仔日啦，我落一个避风啦。什么避？这边哦，你两个阿婆哦，那炸弹机哦，保证袂冤家啊！炸弹的保证袂冤家是啥物物？伊还要吹出个啥物物的物件嘞？那手臂哦，你能讲介绍这款的物件有啥物好处性？因为吼，咱这个社会哦，大家真非常的对立啊。啊，今日咱的这个希望讲大家更加加坐土家坐阵来听歌啊。所以咱每一个人，包括陈明章老师啊，包括下底曾心梅，都这，咱拢做认真的音乐来做好，也是要下咱的。咱个民众会当大家温温暖暖，听音乐无眠，甲欢欢喜喜啊咧！哦，有人感觉听了这音乐了后，有人会感觉真幸福。所以恁两个莫冤家啦，对，等于听啦。听这音乐对咱无冤家。真正呀！你是讲咩？我看啦，你的性格上歹，你这第一条要买等于。你打我袂讲咧哈！连这你也要冤家，我甲你做音乐放落去啦！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吼，你一时要乱的，无你的代志。好，那我们重新念一下。Yeah.
你不是在挖土了？小邓丽君呢？毕淑峰声足小，哎呀，声足小。去一排啦，好啦，后边较短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较我后边也较短。啊，就是破绽来啊！那如果你们，对啊，你不要，是你要明天跟我讲你要不要去。哎，那回了再哎，哎，这条会酸。哎，这条会酸太大了。我知啊，尴尬尴尬。小花呢？